还以为这很苦，一点不苦，还有梅子的味道，很好喝。这三杯里面，我最喜欢是这两个味道。好喝哎，这个。实话吧，虽然芝加哥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星巴克旗舰店，但我觉得上海这家店真完爆芝加哥的星巴克店。你光是看它这里周边产品，就绝对完爆芝加哥的。我们好幸运，一人得到了一包免费的咖啡渣，咖啡渣有前四个功效，可以除异味、做有机肥料、做磨砂膏和杯垫，最后两个是假的，它是 myth， 就是。蛋饺呢是非常传统的上海美食，我们过年的时候会喜欢做些蛋饺给长辈们带过去过年来吃。做这个蛋饺的精髓就是不可以焦掉，你看像这个就焦掉了。这是我做的第一盘，然后这是做的第二盘，然后这就是做的最后一盘。我现在出发去我朋友的公司和他录 WhatsApp Profession 的视频。这两天因为武汉的流感的事情弄得沸沸扬扬的，我还记得三天之前我跟我同学聚会，大家刚开始聊起这个事情，三天之后疫情就发生得非常严重。现在大家在地铁站，你看后面大家都戴上了口罩。现在据说在上海口罩都是限购的，我想今天晚一点去一趟药房看能不能买一些口罩，家里的口罩存货不多了。昨天看到一篇分享，是说虽然整天朋克养生，但是遇到这样的传染病，大家该戴口罩都戴口罩，该预防都预防。倒是我们父母那一辈觉得像没事一样，哇，真的，我切身感触。我跟我爸妈说出门要戴口罩，他们说当年非典都过来了，这些怕什么？我真是为了这个事情跟他们大吵一架。哇，他们这里的风景也太美了吧，上海陆家嘴最黄金的地段。口罩没有，口罩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抢光了，我要没货的。喂，那你让去付我们，你就有啊。所有人都在过来要口罩，他们说昨天已经抢货抢断了，现在药房里连半只口罩都没有。新年快乐！我会吃个炸个泥，我不然会吃个里向的豆酥。喂呢？喂，不行，我只吃泡饭。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大年初一，然后你看我现在，妥妥的家居风。这两天武汉的冠状病毒越来越严重了。然后上海每天确诊病例也一直在往上飙，所以过年大家都尽量减少了出去拜年一起出去见长辈的行程。从前两天大家还上街只是戴了口罩，到现在连街都不上了。从事情发展到现在，在很短的时间里，大家对于这个病毒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不管是国内的朋友还是国外的朋友，大家都想尽办法说有没有办法去支援武汉当地的一些医疗资源。
说实话，我看了蛮感动的。大家聊的更多的不是说这个病毒有多严重，而是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落实到我们在国内的每个人身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不要出门，不要被别人传染到病毒，然后会浪费国家更多的医疗资源。所以他们今天就在开玩笑说，终于有这么一天，我们可以在家里平躺，还在为国家做贡献。大家好，今天是今天几号？今天是大年初三。哎，不对，今天是礼拜三，我也不知道大年初几了。这个新年我们到现在为止一户亲戚都没有跑，所有的拜年都在电话上进行。今天早上我爸妈他们去超市的时候说，超市东西都抢购完了，方便面那种货架完全就是清空。不过今天我们终于买到了口罩，每人限购5只，然后要一清早去排队购买。我爸回来说，他去排队的时候，有人就是排完之后嘛，然后又跑到队伍的后面再继续排，然后被排队的人一顿诟病，就再没有人敢这样做了。不知道镜头前的你们，这个新年都过得怎么样呢？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每天宅在家里看《庆余年》？对了，前两天年初一的时候，《囧妈》免费上映嘛。本来我爸妈是对这种贺岁档的喜剧不感兴趣的，然后因为实在太无聊了，所以那天晚上我跟我爸妈一起把《囧妈》给看了。味道怎么样？好吃。你不是让我不要吃吗？黑暗料理。今天早上我终于跟我爸妈一起去药房排队买了口罩，本来只是纯粹想记录一下在现在这个非常的时间限购排队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我们现在是要准备大早上来排队买口罩，对，已经到那么外面了，没想到还遇到了一场闹剧。事情起因是这样的，那时候门口差不多已经排了有几十米的队了，然后因为药房的口罩是限购嘛，排在后面的人就担心说会不会等排到他们就已经口罩卖完了。老板娘还能聊啥呢？哎，买得到了就，哪有再八个人？都是我的，好像已经都搞得已经搞了，那个都是硬抢抢抢了，还老后头是肯定没希望了。所以呢，他们就让排在前面有个别插队的人，让他们遵守规则排到队伍后面去。插队的是一男一女，我也不知道是夫妻还是妇女，因为戴口罩都看不清楚。然后他们完全不理那些指责他们的人，那个男生甚至还把一个指责他们的阿姨直接推倒在地上，然后就完全引起了公愤。后来很快警车就到了，110来了。从刚刚到现在一共过了大概4分钟左右，然后因为看到警车到嘛，那两个插队的人他们就先走了。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很深的几个点，我想聊一下。首先就是我很讶异，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是一团乱，大家等于是围观他们，等警察一来之后，所有人又恢复秩序，排上刚才的队，大家都认好自己之前的一个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所有人都恢复了本身排队的秩序。那第二点就是，虽然这个是一个让人非常气愤的事情，但是当有人要冲上去打那个男子的时候，还是被大家拖住了。大家说那个阿姨虽然被推倒在地，但并没有对她造成身体上的伤害，反倒如果你打人的造成结果的话，承担法律上的后果。我觉得大家在非常愤怒的时候还有这样的法治意识，这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大概排了40分钟左右。好，你们三个好了啊，谢谢。最后我也想跟大家公布一件事情，也是大家可能对我回国之后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工作怎么办。其实我在从四川旅行回来那一周就开始申请海外轮岗的机会。面试的几个国家最后得到了3个 offer，我最后选择的是我一直非常想去的城市伦敦。 offer 已经接了，现在正在办一些法务跟签证上的事情，但是鉴于最近疫情，可能我的签证和飞机会受到一些影响，但这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我还是希望说能够疫情尽快控制住，这样整个秩序又可以回到正常的状态。
好了，那就这样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下 update。 我知道我这周的 vlog 其实非常的乏味，因为老实讲我一直在家里宅，我都不知道已经过了多少天。也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好好在家里，等疫情过去我们又可以出去放风啦。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我们下周再见，拜拜。